就是这了。这是什么？快穿上。哦，那好吧。哇，这衣服真大。小懒羊，快穿上。好吧好吧，嘻嘻嘻，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这衣服挺适合你的。姐姐，我的呢？我也要穿，穿比臭羊还好的。你过来，这里还有一件。姐姐，这衣服和我一样绿。是啊，让我看看，怎么是绿色的？这绿色也挺好看的，我试试看。姐姐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对了，姐姐，我演的是什么？你演的是《还珠格格》。真好听，俺演的是《还珠格格》。姐姐，俺演的是什么？你啊，你的是太监。啥是太监啊？太监就是太监。一个还珠格格，还有一个太监。还珠格格，你个太监。都玩了一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知道了，姐姐。回家喽。回家又可以睡懒觉了。要不我们合个影再回去。好啊。都站在后面，准备，大家来笑一个。